对啊，什么是希望极道之龙？没错，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单手游。你可以交往三次。啊，多一次啊！这边一来一样，主线继续解哦。这边开始联盟系统。我们先把游戏开始介绍游戏的 VIP 的。哇，有只大蚊子！可恶！哇，竟然有只大蚊子飞进来我的房哎！等一下，我等一下想办法把那只大蚊子给那个，不然它一定会叮我。接下来要干嘛？视力是视力升级是吧？升一下就没钱了是怎样？等下为什么我的视力是个胖子啊？有人要进联盟吗？我啊，格斗场系统，先把 V1 的特权介绍完好了。IP 在哪里啊？跨府亲密，哦，这边是跨府亲密重磅活动。这边有他的一个介绍，还有活动奖励。哎，活动奖励有 JC 教父名片、排行榜。所以我的那个在哪里啊？先等一下讲好了。不是我们只能领到这边啊？什么态度？真田幸村。重点是我们有这些钱。这一个。封锁机，哎呦，遇到娜娜子了哦！娜子很客气的跟我们点一下头，不过为什么要遇到男生？名人堂跟境外，啊，不是说开启联盟系统吗？怎么不见了？我在这里。好，这个就是联盟系统。那联盟系统呢，分为所谓的每日建设。还有所谓的成员贡献兑换联盟副本联盟的排行 OK 那我们现在就是剩势力一直升上去即可了先靠一关吧哦对然后这些有跳过OK 记得帮我点个 try 可以订阅拜拜